Keyword and Trend 全球关键字，现在陈太呢跟我带大家看时事学英文。So 陈太 ，remember probably back when I was in middle school, there was a phrase that went viral called Bieber fever, which basically meant Justin Bieber's fans' obsession toward their idol. Of course, the word fever is actually a physical reaction. However, I do think this is a great way for people to remember to recap.Yeah, I do remember that also. A lot of my friends were really obsessed with Justin Bieber. 各位观众朋友们早安。刚才陈希和我说，他记得大约在他中学的时期，有一个歌很红，有一个词很红，叫做 Bieber Fever， 小贾斯汀热潮。意思呢，基本上就是大家对小贾斯汀的这个痴迷。陈希也说，当然 Fever 这个字的意思确实也是一种生理上的反应，但确实也是记单字的一个好方法。那么我说，对，没错，我也记得这件事情。我说我很多朋友当时也对小贾斯汀很着迷，尤其他那首歌 Baby Baby Oh Baby 这首歌推出之后简直是红透半边天，所以也衍生了 Bieber Fever 小贾斯汀热潮这个词。那首 Baby Baby 真的是太洗脑了，没错，当时这一句 Bieber Fever 啊，这真非常非常红，它形容就是粉丝心里在发烧啊。不过这个单字原本意思就是人类发烧反应，尤其现在受到疫情影响，这样的症状真的令人感到很敏感，像是北韩的状况特别引发关注了。没错，北韩截至24号的通报呢，虽然疫情有所缓和，但新增发烧病例还是连续3天落在十几万人。今天的全球关键字就是要带来看到 fever 发烧这个单字。这个单字呢，近期在国际被高度讨论哦，主要呢是因为北韩新冠疫情最近升温，但当局不是用确诊数字来计算病例的哦，而是用有发烧症状的人就算是一种病例。所以北韩人这个染上新冠病毒的人数实际数字目前也没有办法确定。那么针对北韩这样的状况，当然也就被各国媒体拿来讨论了。特别是北韩人口2500万，5月12号首度证实有新冠疫情后，国际社会都很关心，因为当地疫苗跟医疗设备不足，而且可能会引发这个粮食危机，所以像是美国、韩国都有表示愿意提供援助，但北韩似乎都是已读不回，各界就很担心啦。特别是北韩的疫情现在没办法很确切的掌握，外媒就很关注北韩的状况。现在大家也来看国际媒体怎么说。我们看到这段文字是路透的新闻，我们先来看前半段英文的部分。North Korea has not confirmed the total number of people testing positive for the coronavirus. 北韩呢一直都没有证实新冠病毒筛检阳性的总人数。Instead, health authorities report the number with fever symptoms, making it difficult to assess the scale of the COVID wave. 反之呢，北韩卫生当局通报的是有发烧症状的人数，以至于难以评估新冠浪潮的规模。所以在北韩，你只要有通报发烧症状，你就是会被列入病例数字。像是5月24号北韩通报的这数字是13.4万人出现发烧症状，连续3天压在20万以下，在那之前都在20多万例哦。那么为什么是用发烧来计算呢？主要就是因为北韩筛检量能不足，所以只要有发烧症状就算是病例了。那这样的缺点就是，如果无症状的话，根本就没办法知道有没有得到新冠病毒，所以外界都估计北韩的疫情可能是比通报的发烧数字还要严重。那么也就是因为这样，发烧 fever 这个单字不断出现在国际媒体当中，因此呢，今天的关键字不得不带你来看这一个字，相信大家不陌生 fever 发烧。那如果今天你要讲说我发烧了怎么说，你可以说 I got a fever。如果你要说我正在发烧，你可以说 I'm running a fever. Running 就是跑步的那个 running 哦， I'm running a fever， 我正在发烧。那么 fever 主要是来自中世纪，也是西元5世纪开始使用的古英语。那时候的拼法不是现在的 fever 哦，1000多年前那时候的拼法是 fefor 或者是 fefer， 怎么念呢？大概是 fever， 当时的意思呢就是体温比平常还要热，其实跟现在的意思没什么差了。不过现在的 fever 其实也衍生了其他的意思哦，像是狂热、热潮，我们刚刚讲到了，也都可以用 fever 这个单字。像是前阵子媒体讨论的沸沸扬扬的元宇宙热潮，我们就可以说 metaverse fever。或者是很多人都在投资加密货币，所以加密货币热潮，我们可以说 crypto fever 加密热潮。我们现在就带来看这段这个彭博社的英文报道。
The latest bout of crypto fever seems to be breaking, much as it did after the boom and bust of 2017 and 2018. 最新一轮的加密货币热潮似乎正在减退，和2017及2018年的兴衰循环之后发生的事情类似。那么主要是因为现在加密货币大多都在跌，像是比特币2021年底一度冲到66,000美元，近期呢却都卡在30,000美元左右。有专家也说，跌到8,000美元上下不无可能。总之，这个 fever 热潮正在减退，所以 fever 除了发烧以外，它也是热潮、狂热的意思。英文新闻上绝对是个常见的单字，希望大家也可以学以致用哦。以上是今天的全球关键字，再把时间交给主播。